太虚山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山中丰富的物产与别样的生态环境。赤鸢，一种孕育自太虚山中的稀有生物，多活动于山间的灌木与草丛之中，肉质细腻，滋味鲜美，对习武之人而言具有绝佳的滋补作用。职业饲养员赤鸢仙人已经在太虚山中饲养赤鸢长达很多年了。科学的养殖方式，优良的生长环境，无公害的饮食饮水，再加上赤鸢仙人多年来的精心选育，造就了林间散养赤鸢那绝佳的品质和丰富的种类。只需投入一颗小小的种子，便可在四年收获这份来自于大自然的美妙馈赠。但偶尔也会遇到些小小的意外。各位同学，我们马上就要到太虚山景区了，一会儿我们先去著名的购物街感受当地的风土民情，然后再去参观赤鸢仙人的。太虚山的特色购物街啦，那么接下来就是自由活动的时间。小月同学，等等！哇哦！哇！这就是来自东方的神秘武器吗？太帅了！哎呦，这位小友，你的眼光不错哦。据我观察。这没准儿就是赤鸢仙人当年用过的那把剑。好，这把剑我买了。这些够了吧？哦，我感受到了远古的力量。哇哈哈！只要用了这把仙器，你们即将成为无知仆从。无知仆从。有了这个法宝啊，你的意中人就会与你永结连理。真的吗？是我的肉包子吗？把我的肉包子还给我！把我的肉包子还给我！哈哈哈！只用个幻境就轻轻松松赚了这么多钱！喂，收工了，带你们吃香的喝辣的去！喂，山上的那只，该走了。那边的绿洲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你放下！就凭你们几个，看我五转万下！要做无畏的，来来喽！快追！说要来参观的小朋友们，怎么还没来呢？疼！这回应该甩掉那帮家伙了吧？